来这边。召唤内心的这种刺激，我觉得是非常灵动的，是高级的。这个刚刚普及了一下，叫阿呆古风格，都是一个胸针啊，漂亮的小胸针，又一个人从我们两边的人组在一起啊，是一个最代表，哎，对，是我们的一个。那您今天看完这个我们这个组织第六感嘛，就是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吗？刚刚看完展，如此的相恋的好，欢迎沙拉展，他们更像是一场，而且召唤内心的这种自强，我觉得是非常灵动的。那工作这块是有什么一些新的工作计划给大家做？马上要进行云朵戏，然后还有一部无名的戏，还有《胡花》，应该在后面会上。好的，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。好，谢谢。OK， 拜拜。Here we go, la da da, la da da, everybody dance, la da da, la da da, 烦恼就一边了。Thank you.